看到你的影子，你好，我在那个男友已经站在镜头前面了，我已经在镜头前面了，你开始讲话好吗？梅金现在不连线了，对不对？秀玲，梅金现在不连线，大家原先一直不管他是否当选的，都是在转移注意的焦点。梅金现在连江县的，这大概是北干以东地区目前连江县，然后告诉我们目前马祖最新的状况，建国。